诸位同修，请掀开《无量寿经》卷首笔记，看第22页。倒数第二行，有持名即是甚深般若，念得纯熟，万缘齐放，能所顿空，即是无住。于此之时，依据佛号，了然明白，相续不断，即是身心。不暗合道妙，句句是佛之见，念念放般若光，念佛号即是念实相。这个实相啊，本不可念，有心来攀来缘，机乖法体，就与真如实际相违背。那么这里所说的念实相，是与其契合，与其相应，故名为念，所以才叫做念，是相应的意思。众生也就是我们天天呢、都被觉合成，跟你的真心本性相违背，落在能所当中，杂乱颠倒，胡思乱想，一下子想东想西，一下子又觉得很繁重。就像很多人念佛念久了，就觉得很烦躁，可是动久了呢，又觉得自己应该静一静，静久了想动，动久了想静，这都是颠倒。所以呢，都与真心本性相违背，没有办法契入。那这是在个人的念头上展现出来的，在你日常生活家庭上，你担心你挂碍的，通通都是你在意的放不下，这些都跟真如实际相违背。所以我们靠着一句佛号来回头，因为众生的心很执着，非常的在意，遇到什么样的境缘，马上就起心动念，马上执着。那么静中的方式相当的善巧，没有改变你现前在执的这一念心，就把你这一念执着的心拿来念原念如来的境界，念的功夫纯熟，你的万缘自然就放下了。讲到万缘，很多人都会想到说身外的缘，身外的缘是谁在缘？大家可以想一下，是自己的攀缘心在缘，能缘万缘的那个放下。所以念佛是吧，你攀缘外境的心放下，把它转过来放下，那放去哪里呢？实际上也没地方给你放，
变成平静呢？这平静正是起波之音呢，起波浪的因素。为什么？动静相对。所以真正了解啊，真正念佛功夫透彻，他不求静，在动他也不乱啊，这叫动静一如啊。这个是真正跟心性相应。所以你要功夫纯熟，自然万缘自然就放下了，这个才是你有念到心里去，心里有佛，能所顿空，能就是能源的心，所就是所缘的境，本来是空的，但是呢，因为有一念我执，所以呢，造成有能所相；有一念无明呢，所以能所立这个赤染成立。那你念佛念到功夫纯熟的时候，心经一如打成一片。自然能源外境的心即是佛心，所缘的心境界呢即是法相，本来的样子那就现前，这叫能所顿空，不是没有能所，能所是名字而已，因为你分成两边，所以就告诉你啊，跟你分析啊，这个能攀缘的心，所攀缘的境界，啊，这个在信心里面说的，静有能静，能有静能，能所，啊，是相互对待成立。为什么会有境界？因为你有能攀缘的心，叫静有能静。为什么会有能攀缘的心？因为有静心，能有静。深川大师讲，欲知两断，缘是一空，两边能攀缘跟所攀缘同一空性，同于真心。真心有没有离开能所呢？没有，一空同凉，其寒万象，这才把宇宙人生的真相跟我们讲出来。他是真正证入到这样的境界，这是能所顿空，这就无助。无助跟身心是同时，因为心体本来无助，你现在在用的在念攀缘心，说老实话还是无助。为什么？念念生灭，怎么会有助？前念后念从来没有停止，无助啊。哎，你这个妄想当下本来是空，所以呢无所住处，那称为妄想。那真心呢体空啊，不着一物，所以说有无助。那真心跟妄心是一个心，就像海的波跟水啊。你要明白了真心，
你不再起无名风，那这个水自然平静。平静的时候跟这个起波浪，那是同一湿性，同一水性，完全相同。所以讲的真妄不二，烦恼就是菩提。为什么？烦恼的性跟真如本性是完全相同的。烦恼的用呢，当然也是自性之用，但是呢叫做迷用。为什么给你加个迷呢？也是方便说，因为众生不觉真性，所以说为迷。你要是哪一天悟得本心，那没有什么觉跟迷的问题。就如同牧人呢，看花鸟，牧人是什么？牧头人。所以庞蕴居士说的，但此无心于万物，何妨万物常围绕。其实大家现在都是万物常围绕，就是有心，有心有住处，我们就称为妄，就称为能所。你要悟得真心呢，能所还是能所，但是你不再迷了。后面讲，铁牛不怕狮子吼，恰似牧人看花鸟。这首偈子相当有意思，牧人看花鸟，牧人无心，铁牛无情。铁牛就是铁铸的牛，铁牛不会害怕狮子吼，狮子怎么对它吼都没有效。这狮子是比喻作很强大的境界，很强大的境界，就好像大家都知道，没有听过拿火可以把虚空烧尽？没有啊，这世界没有一物可以损坏虚空。真性就如同这样，无心而能广容，这个是真性本性，这个是佛性，这是无住，无所住处。而无住它才能够生心，就像水没有固定的形象，它才能够遇缘则缘，遇方则方。这就是身心，身心的当下就是无住啊。你说水变为圆形的时候，它是不是圆形？不可说它是，也不可说它不是。如果说它一定是圆的，那它这欲方就不能成方，碰到方形的杯子、方形的寝，它就没有办法变成方形。所以真心本性就是如此。那你现前的心也是遇缘则缘，遇方则方啊，还是无助。纵然再迷，他还是无助，还是身心。我们现前的心就是如此，还是身心，还是无助。身心有没有真妄？也没有。为什么说个妄呢？就是你迷失而已。所以才告诉你啊，这个叫妄，那个叫真。说真说妄，只是接引方便。所以雍正皇帝讲的啊，他说大小乘佛法，只是如来接引边事，为了接引众生，根本没有什么大乘小乘的分别。那是就众生迷分上去做分别。
你要真的觉悟，还没有所谓大乘佛法，也没有所谓了义之说，了义与不了义都是戏论。所以文殊菩萨问维摩诘居士，什么叫不二法门？维摩诘默而不答。文殊赞叹是真入不二法门也，没办法讲。这个是真心本性。所以呢，正是无助之时啊，一句佛号让人明白，相续不断。这个佛号是什么？不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佛号就是佛念。什么叫佛念？觉悟的念。觉悟没有念头。就是你一念觉啊，清楚明白，所以叫朗然，心再也不昏昧。有明大师讲，与十方佛一时成道，共十类身同日涅槃。这个是真正见性的境界，所以念佛可以达得到，不是你见性以后佛号还不断了，那个充其量功夫成片。欲境界会不会乱，那还说不准，只能说他佛号念得熟，念得稳，如此而已。功夫成片不是什么真正的上乘功夫，你要念到能所脱落，不念自灭。大家学净土都认为见性以后念佛得离心不乱，佛号会自己念。不是，是你的心清净，是觉啊，不再掉到有声无声里面去了。有声无声对你来说都如同梦一场，所谓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有声无声那都不相干了。这个功夫是道家，是所谓的悟了同为悟，这里的相续不断不是我们刚刚说的啊，那一念接着一念相续不断，那个相续那还有断续，还有接续。这相续是什么？常现前。就像大势至念佛圆通章的净念相继，很多修学净土的啊认为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句接一句叫净念相继，那是佛号相续。念头净不净？你念佛的时候边念啊，嘴上念佛，心里面又想着别的事情，这个念就不净。哎，你从头念到尾，佛期从第一天念到第七天，一天念12个小时，啊，16个小时，边念心里面边挂碍着，啊，打着妄想。第一天到这个念佛堂，啊，开始想家里的事情，啊，还有什么事没有处理好。哎，第一天就这么过了。第二天呢？
他开始觉得约束不习惯，看看有没有熟人认识，攀缘的讲一下话。第三天第四天稍微好一点，第五天就开始安排，开始打妄想。第六天那就动得更厉害，第七天那就要放野马，马上要出狱了。众生以为这样叫净念相继，那个念头都没断过，心从来没有空过，只是稍微平静一下。我们现在讲麻醉一下，暂时让它平静，石头压草，石头压草那个不是功夫，石头一拿掉草又长出来，长得更茂盛。但是所以薛静果不是叫你石头压草，很多人都说念佛是石头压草，念到后来石头压草，石头拿掉了你就起烦恼。所谓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这春风就是什么？境界风，人是风。所以这种功夫靠不住啊。大势至菩萨要是这种功夫，那怎么得三摩地四位第一啊？这三摩地大概也是假的吧。所以大势至的净念相继，不是一个念头接着一个念头，那跟凡夫没有什么两样，它是念佛念到能所顿空，清净本心，豁然现前。他是这样的境界，用一句佛号都摄六根，心不外缘。二六十中唯此一念，念到能所双忘，佛号也不用再提了。这叫不念自念。为什么？你不用刻意念佛，你的正念就现前。这个是我们要去努力的方向，这是目标。这个念佛才是真正的净宗法。所以大势至菩萨的念佛圆通章里面说的不假方便，自得心开啊，这个净念相继，这从来都被误会，从来都被误解。大势至是等觉菩萨，是后补佛啊。观世音菩萨做佛以后，他就变成后补佛啊。他后补观世音。所以他的功夫绝对不是我们凡夫想象。这个要清楚。那如果只有这么佛号一句一句接一句，每一个都大势至了，这个容易啊，很简单啊，相续不断的，重点是在净念，净念相继。什么叫净？心对净，对一切人事物不起心，不随，不起妄念，应用如如，这叫做净念。
接触一切境缘，心不着在这个上面，这叫净念。功夫用熟了，不会再起妄念，不会再被境界拉着跑了，这叫相继。这是真正的念佛三昧，叫做理一心不乱，这才叫暗合道妙，句句是佛之间，念念放般若光。你们念佛现在有放般若光吗？如果只是佛号一句接着一句，那个是佛号不断，念佛得点这个福报，要谈功德，那还说不上。所以净土法虽然说易行道，但是也不能够善善慢慢的修行。你念佛要真正能够起作用，你懂得这一层道理，懂得如何用佛号来降服你的烦恼，这个佛号才放般若光。般若是智慧，智能觉照，慧能顿除。这慧是有除灭除断的意思，智就是能觉察，能觉照，能够决断，你有智慧。这教下又叫做观照，起般若观照。所以这样念佛，念佛即是念实相，这才与实相相应。你刚开始念佛，那是刚开始回头，越念越熟，越念功夫越纯，才从功夫成片是一心到能所脱落。是一心，我们讲的算是这个阿罗汉果。理一心它是菩萨，破一分无明，这个叫做理，这个三种一心里面的理一心不乱。所以要明白，不是佛号一句接着一句，就叫做净念相继。念佛不是拿石头压草，是你心里面要真正转过来。你没有转过来，那佛号念了几十年，对你身心都不起作用。就是在你烦恼起的时候，把佛号提起来。这才真正有用处。我们看下面，小本有一心不乱之文，今本不云一心不乱，而专注一向专念，是所中更为明确，更起众生根基，明显师尊恩德。小本阿弥陀经里面有说到一心不乱，这个是在玄奘大师的译本里面。那么在刚才说的是鸠摩罗什大师，那么在玄奘大师的译本里面，就讲一心信念。
那无量寿经呢，是讲一向专念，一向。打个妄想，那就是第二项。再到妄想相续，那就第三项。那就不叫专。所以这个宗旨更为明确，非常的明白。近代的净宗很少提倡要听经，要研究大乘佛法，学习大乘佛法很少。所以呢，净土宗才变成今天的衰相。大家以为念佛的人很多，但是真正放下的人不多，很少，就是因为没有人学经教，没有人讲经，还有一个学经教的人没有真正念佛，你只是拿着稿子上来念，拿着经本上来念，你没有真正用功，只是在文字上研究，这叫文字学人，这就导致净土宗变成今天这个落魄的样子。今天是弥陀圣诞，要讲真话，净土宗古德赞叹，圆超圆摄无量法。可是为什么用在我们身上处处不圆？我们只会嘴巴讲，圆超圆摄无量法，到底怎么超？怎么摄？明明念佛是有念，其他讲的是无念，有念和无念怎么能相摄？念佛叫你借假修真，假本来空寂，真恒常不变，身体是假的，生生灭灭，真心本性是恒常不变，那怎么能证真？在身体上做功夫，这都是现今学人的通病。所以我们印了一本书叫做《唯心诀》，这是净宗六祖，也就是阿弥陀佛亲自告诉我，六祖永明大师是阿弥陀佛再来。今天为什么说是弥陀圣诞？就是永明大师的生日。这本书里面把学佛人，无论是学教、学禅、学净土的问题全部讲出来，不要翻成白话，不然120种邪见会变240种。永明大师辩才无碍，他是得观世音菩萨灌顶，灌顶之后在说在讲经写书的时候一如涌泉，他是真正有功夫，两宗的祖师，是禅宗法眼宗的第三代祖师，
净土宗第六代祖师。甚至连阎罗王都崇拜他，把他当偶像。那往生以后，有一个出家人，下到了这个地狱，他看这个阎罗王供着一位出家人的像，他很好奇，他问他，那个像是谁的像？那阎罗王要上殿要审案的时候，都先向永明大师作礼啊。阎王告诉他是净宗六祖永明延寿大师，所以连阎罗王都崇拜他。现今学净土的人就只在事项上要求规矩，也只在条文上，不在心态上。所以为什么说大乘佛法很衰弱？这个是现今的衰相。学佛的人到处搞迷信，求神问卜，看看能不能碰到哪一个大善之士，给他讲两句话他就成道了。佛讲这么多句，佛是最大的善知识，你看了都没有成道，找谁给你指点？都是向外求，都不向心里看，不能觉察自己的烦恼习气，不能够觉察自己的起心动念，只在事项上，我这样有没有违规？我这样有没有犯戒？犯了戒以后，赶快再用什么方法来忏悔？忏完之后再犯，犯完再忏，一辈子都在搞这个事情。这就是现今学佛的人，为什么说学佛的人多？真正有成就的人少，就专注在事项，表面上解经典，只看文字，不入意趣，不懂得言外之意，所以呢，互相不融通，分不清楚大小乘，说大乘小乘都一样，说这个大乘的基础在于小乘，那是颠倒说了。华严经讲，不能了自心，云何是正道？彼由颠倒会增长一切恶。大小乘你分不出来，以为事项上有做就叫小乘。小乘也有心法，小乘不是只在事项上，大乘呢要求的就更严格。事项上他教你用智慧去开悟，去学习，心态上他告诉你，你对这个世间的错误观念在哪里，教你从心地上去转变，这个是大乘佛法。所以现代的这个净宗就是衰败，衰到后来念佛只要十八愿，其他的都不要，烦恼习气不愿意改，说我信愿持名就可以。信愿持名的人，烦恼习气一定可以改得掉，一定愿意转。我碰过很多啊。我们晓得不好意思讲，
所以自己要能够发愿，你对于佛法你要发愿去了解去认识它。常常有人就拿着我们师父讲的一句话，你们一句佛号就好，其他的通通不用学。他自己没有耐心看经典，他就用这句话来搪塞，烦恼习气转不过来说要随缘。你那叫随业流转，无是随缘。随缘跟随业不一样，随缘是什么？你心没有贪嗔痴。随业不一样，随业是自己做不了主，贪嗔痴拼命起。自己转不过来，不赶快忏，还拿经典引祖师引大德的话来增长一切恶这叫做什么？叫颠倒慧眼。学到后来退心了没有动力了，搞不下去了，就说学佛的基础在人天成，越退越多，人天成搞不下去了，那难道你要退到地狱城地这个恶鬼畜生里面去吗？越退越深。所以是自己不肯转，是个人的问题，这是学佛人应当要清楚。他还要回来回报你们这些学经教的都是假的，都不老实，像他只有一句佛号早课看报纸，晚课看电视，天天想念着娑婆，临终想要求生净土，有这么好的事情。祖师大德讲，无念念相续之心，有速速间断之意。永明大师讲的，这一种人要说要求生净土，他说那是不可能的事情。皈依谁都没有用，这个是阿弥陀佛讲的话，永明大师说的，就是我亲口说的。所以这是现代净宗非常衰败的一个现象。你们要是能够回头，能够清楚自己的问题，反过来那净宗就兴盛，尤其能够发愿弘扬正法。弘扬正法不一定要深坐，你懂得一句你跟人家讲一句，不要讲闲话，你会一段文你跟他讲这一段依经典而说，你自己用功修行，每一个人都能弘法。你要是完全都不会讲，那你就转贴讲经，转贴祖师大德的正法，而现在相当的方便，利用网络，你的两根手指头这么一动，几百人几千人甚至几万人就看到佛法，真的像经典讲
不动本处，而行佛事。用现代的科技啊，可以做得到，在凡夫位上可以做得到。所以学佛的人要有智慧，用现代的高科技，唐代弘扬佛法，像早年是印书啊，印送这个经典，那现代呢要做电子书了。电子书这个是相当的重要，又环保啊，里面呢资讯又完整。也不会说有流通啊库存的问题。像我们光碟做的很少，为什么？将来都在网络上看，而且光碟的画质不好，甚至现在有个电脑里面没有光碟机了。所以要知道啊，这个时代的趋势是往哪里走。将来小学生、中学生上课都是一本电脑，一台平板电脑，里面用的呢都是电子书。所以现在要流通成法，你要制作这个现代化的东西，要做电子书，这个光碟也不环保，这光碟都还有剧毒，污染环境。那么这个书要砍伐树林，虽然印刷精美，但是呢流通量还是不够广，所以只有用电子的书本，里面呢不会，不光只会有文字，还有音乐，还有影像，全部整合在一起。这个是现代道者要做的，这个是帮助佛法来流通。所以你要不会讲经啊，那没有关系，每一个人我们讲的愿力不相同，但是目的要一样，要能令正法久住。你在各个不同的行业里面，不同的工作里面，相同的心，都是想要令众生学佛，都是想要修行，那你就是菩萨，你就是护持正法的人。也许有些同修福报很大，不用工作，天天可以在家里用功，用功的时间以外帮忙这个转贴正法，或是像我们打字做字幕，你打字做字幕那等于你讲经，你要不会讲没有关系啊，你上来的字幕跟全世界的众生结缘，你的行为一时周遍。所以有智慧的人，一个小动作就可以成就无量的功德，修无量的福报。这在古代做不到，十年前、二十年前做不到，现在可以。
把政治正经，把政法送到每一个人手上。以前是送到家里面，现在是送到手上。我们透过我们的频道，就直接内建在你手机里面。我将来电视都能上网，我现在的电视就可以上网。录放影机啊，这我们讲的光碟机也可以上网，我都能收看到网络的讲经。所以要知道啊，你要用什么样的工具来流通。像现在这个电子书很少人做啊，几乎没有人做，尤其在佛教里面做的人相当少。他们所说的电子档就是一份文件档，那个称不上电子书。所以有心的同修可以自己发心流通古大德的正法。为什么提倡流通古人的？古人有修正，古人有智慧，你把他的智慧流通出去，你相对于增长你的智慧，你让人家越容易得到正法，你自己就不受邪见。正法讲的都是安众生身心的，你自己身心健康安乐，你这样做真的叫功德无量。所以了解大乘佛法，你有这个心来弘扬，来帮助佛法流通，每一个都是讲经的大法师啊，无比披袈裟，个个都是，人人本具，就看你做不做。你要真的做，那就是真正的法师。不用说法，嘴巴不用讲，行为做出来。不是只有到这个学校里面啊来培训一下啊，这是法师，不用啊，直接把祖师大德现成的把它流通出去，你就是法师了嘛。法师就是要流通正法，不流通正法，不修习正法，那不是法师啊。法师是一个这个尊称，就像我们称某某博士，某某学士。那是一个尊称，所以不是只出家人是法师啊，流通正法、修习正法，你受持正法，都是法师。那为什么加个大法师呢？心量广大，不但自己学，还愿意帮助众生，那你就是大法师。凡夫位的大法师也相当不容易啊，一般大法师是称原教十地菩萨，他入受职位，有能力教化一切众生啊。我们呢，借他的智慧来帮助众生，你跟他是同一心。佛法名词讲叫同生信，你这样子做才像是一个佛弟子。佛弟子有流通正法的义务，有帮助众生破迷开悟的这个愿力，这才像个皈依佛门的弟子，这是学大乘。那么回到经文上来看，这个《无量寿经》所说的一项专念，让大家更容易了解。
更容易懂，更契众生的根器，特别显示出那个祖师大德啊，以及释迦如来他的高度的智慧，翻译经典这些祖师用词的善巧。我们看第八个，弥陀无尽大悲甚愿，方便至极，利用难思，凡圣其收，利顿俱批，但能发心专念，悉得度脱，如是方称如来本怀，才是究竟方便。所以阿弥陀佛大悲甚愿，大悲是赞叹他悲悯众生，他这个悲不是只有一般人小情小爱想的呢，都是我的家庭，有些人就毁谤这个念佛的学佛的，说你看你整天只有想到你自己要出离生死，你看你整个家庭都不顾你多自私啊，你只想到自己修行自己安乐，这个是不学佛的人说的。你爱一个家庭才是小情小爱，一家的四口现在更少了，一家三口越来越少，生一家两口也没有生小孩，你把你一辈子的精力都花在这几个人身上，小情小爱，你修行是把你的这个精神体力发挥在利益一切众生上，为什么？修行本来就是为了帮助一切众生，所以叫大悲。这个悲是悲悯的意思，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佛法里面不用爱用爱这个字，那是情见深重。佛在经典讲，爱不重不生娑婆，念不移不生净土。所以佛门讲的大悲不是爱，爱是有我和有人四相具足，都是对待，这个不清净，不是本性清净的作用，那是迷失本性的作用，染用迷用。所以阿弥陀佛发大悲甚愿，开这个念佛法门，方便至极，利用难思，方便到了极处。利用就是讲他超拔的力量，一般人想象不到，能够同时接引凡圣，所以叫凡圣其收，根器利呢，根器钝的都能够得利益，叫利钝俱批。所以念佛法门又叫普等三昧，普等就是普遍平等，能够令一切众生皆得念佛三昧，所有众生受持了都能够成就，这叫普等三昧。但能发心专念，悉得度脱，如是方称如来本怀，才是究竟方便。这个方便里面要是不究竟那不行，现在很多方便太方便，方便到连佛法都贬值了用世间法的那个学习的方法你学世间法的方法来学佛法，那这个不行，不是究竟，世间都是执着有相对待。如来在经典上讲，用是语言入佛之间，无有是处，不能用世间的方式。所以究竟里面
那这个方便里面要有究竟，我才是真实方便。如果你方便达不到究竟，那这个方便叫邪方便，不是正方便。邪的不正，没有办法让你成佛，佛叫不了义法，这个要知道。好，我们今天时间到，这一段意思还没讲尽，下一次我们接着再来说。